大家好，我是从新竹来的曙光女中的林芷怡。然后起初我会报名这个营队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自信心，然后还有上台报告时的一些思维统整能力。那最后我也认为我如愿以偿，就是我也带走在这次营队当中带走了这些东西。其中我认为在这三天里面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挑战主播台，在那当下我真的是超越了我以往的自己。因为其实在之前学校的报告当中，我可能只是那种负责按头，就是投影幕的那种，可是在这我今天就是面对着这么多人，还可以有逻辑的然后并自信的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，我觉得这是在这个营队当中我学习到最多的。那也谢谢在这三天所有陪伴我们的老师或者是工作同仁，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的包容才会让我们有这么大进步，谢谢大家。